多元学习空间位于何适宜图书馆的依座，提供一系列的设施，包括小组研习室、电子白板、小组讨论区、白板墙、灵活学习灯、互联网工作站、彩色打印机和影印机，推动学生之间的协助学习。多元学习空间亦有个图书馆活动区，入面的设施可以作灵活改动，举行各式各样的讲座或者工作坊。语文学习室有50个座位，每个座位都配备有先进电脑、屏幕、耳机和最新的 M+ 软件，营造了一个友善的语文学习环境，鼓励学生多些练习运用语言。